那这部影片花了600块，所以有人要抖内，那就再请拨打。以下专线。最便宜的是这个千惠巧克力小铜锣烧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在 Family Mart 最近、这个、看影片发布时间最近都可以买得到。对，这个是30块，然后里面有两个，所以一个15块这样子。那我们也那我们今天就吃完之后给他1到5分的一个分数。好，长这样，就是铜锣烧里面有巧克力，这种好像很常见耶。对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很干的，我觉得这就是很干的一个蛋糕，很干很甜。然后巧克力就是那种工厂的制品。对，好吧，那你要，3，我给两分。可以的，它真的都喜欢甜的东西，很平常的东西，而且我觉得有点过甜的感觉，有一点点过甜。你说多少？我啊。它多少？它30块，然后一个15块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啦，但 CP 值没有很高，就是。对，这个大家应该都吃过吧？就是 Kisses 的水滴巧克力，那这个是我们买的是巧舒白巧克力口味。Hershey 这种的，这个39块而已，从我们今天清单上来看，蛮便宜的啦。对，而且它一个有8块，所以这样换算下来一个大约5块的价格，比刚刚铜锣烧还要便宜。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，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吃过。哦，好怀念哦，好久没有吃这个。真的？对啊。那它长得像这样，水滴状。我们是应该把垃圾带过来，它已经融化了一点点。好了，1、2、3。还不错吃的，但就是你知道。人长大就会越来越不喜欢吃甜的。好，那给吃上。三分。怎么每次都被高一分？我觉得除了它就是有一点过甜以外，其他都还很可以。这是 Doctor You 草莓能量棒。哦。等下这跟巧克力有什么关系？等下这应该是你的吧？不是啊，这个是它放在巧克力那一区啊。真的吗？你记得？好，那请问他跟。我看看哈，他啊對，对我刚刚说薯条的，因为他是拍糖果大赏，所以可以去他的频道看。不是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巧克力有什么关系。好吧，那就拆开吃吧。等等等，用剥的好了。等等等，我再先给他看。王美，王美，王美来，就长这样。对，就是上面是巧克力，下面巧克力，上面是坚果。来，3、2、1。会饱哎，真的会饱，真的会饱。我本身其实不喜欢草莓，所以我已经对这个有点害怕。然后它的草莓味是那种很香精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它坚果不错吃啊。来，两分。哎，怎么你比你高哎？你每次都比我高一分。再来这个好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明治的耶。明治抹茶巧克力吧。明治 Melty Kiss 融化的亲吻抹茶夹片巧克力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你们看这边这个，它就是有点巧克力，然后渲染的效果。我刚是破音了，渲染，有一点渲染的效果，绿绿混中中，打开，让我回忆到圣诞节。如果它这个有出一种红色的，把它摆在一起，就像圣诞节，你知道吗？它真的是渲染，哎呦哎呦，它融化了。不能给大家看。可以啦，这样子用包装纸包起来的。应该长得很美。它其实很美，但它就是融化了。我们刚刚太久放在这边了。对，真的。好。很苦的抹茶配上很甜的巧克力，就这样。算是一个蛮好的搭配。4分，耶，一样的，好有默契。其实严格来说，真的蛮好吃的啦，就是日本国民美食嘛。我们要拍一个默契大考验，一定很没有默契。下一个，有那么多个，这个留到最好剩的好特别。
对啊，这好酷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 Market O 经典巧克力，就是原味巧克力啦，基本上。嗯。它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男孩和女孩，让你心里发好。开始吃吧。各位，你们看，通常看、啊、巧克力，它上面有这种、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但是在光的照射下有点油油的感觉，所以你看，开始融化了。你看这个，它这里，哦，它是那个标准巧克力形状的。对，来啊、哦，等一下，一二三，它没有那么融化，它其实是45%的可可，所以大人应该蛮 OK 的吧。不会到很甜，好吃。就平常巧克力，对，跟刚刚也是好吃的平常巧克力。跟刚刚明治比的话，我可能会选这个，这个比较不甜一点。我真的老了，真的老了。啊，这样抹茶巧克力，啊，剩下的东西，你长得很可爱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打开来讲的很抹茶一样，而且快融化了。它的那个是很奇特的形状，让我先吃。很奇特的形状，前面的啊，对，有一个螺旋哦，扇子哦，真的有抹茶的感觉。三呢？耶、yeah, ，过去有没有？我真的觉得它有点奇怪，就是真的吗？那我们等油桐来，我们下一位巧克力的嘉宾吧。薄荷酸味薄荷巧克力，它好像是有两个口感。那我们一人吃，就是薄荷很少，少到几乎快看不到那种感觉。对，那比较少薄荷，这种比较像果酱的薄荷，这种比较像是就是巧克力混薄荷，它总是比较有巧克力味。我想不到，是不是很好吃？我给。啊，真的是吧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对，好吃哎。而且还有不同口味，小朋友应该很爱。再来就是我们的熟成宇治抹茶，哇，它就是也是博尔家的 Look 熟成宇治抹茶巧克力。要看哦，看这边好像有一个比较香的抹茶跟比较浓厚的抹茶。一样是两个口味。你吃抹茶比较爱吃香的抹茶，还是爱吃浓的？浓的吧，浓的比较好。我开给大家看。有点凉，太棒了，就绿绿的。好 Q 吧？你知道什么很 Q 吗？嗯哼，因为它融化了。另外一个东西，它香的上面有一个比较，这里你看，它香的上面有一个比较深色的东西。是的，跟刚刚一样，博家真的，博家真的好吃，真的。啊。再来，我们下一趴甜点的巧克力，就是有杏仁豆腐跟芒果布丁。这个不便宜，这个大概是这个蛮便宜的，49块，跟不二家比较便宜。先吃哪？长得很可爱。先吃中华豆腐。杏仁豆腐啦，不要笑我。哦，它好白巧克力的感觉。它跟刚刚那个是很像的，就是特殊的那个螺旋形状，很像忍者回力镖的那种感觉。来，好，三二一，哦，嗯，好香，有一股杏仁味，它中间有一个黏黏，很像，嗯，真的，麻吉的感觉。这里有没有看到？是我错觉吗？它有一股川贝枇杷膏的那个感觉。嗯。你有吃过？你们有吃过那个吗？那个京都念慈庵，它中间它有一股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要吃粉，我给三分，毕竟它有点，嗯，一听它就知道，这真的不是真正的巧克力嘛，所以还是有点化学成分在。我这就喝水，这真的好甜，浓厚的芒果味。一样，里面有个 QQ 的东西。啊，冬天有个 QQ 的，只是那个 QQ 的跟刚刚不太一样，这个比较好咬断。嗯，我觉得
觉得三三点五分，三点五分，因为它是芒果，所以加零点五分。芒果真的好吃，现在这个真的很特殊，这个是这什么啊？面包店的综合巧克力。那我们看到这边它有可颂口味、咖喱面包口味跟奶油面包口味。好酷哦！你知道可颂怎么念吗？可颂。Croissant 之类的，我不知道，它就是它真的从英文过来的，就是不是这不是英文，这个是法文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它这个音就是不是英文的那种，对啊，就是、外来 Croissant 的那种感觉。但它长得好凄惨落魄，怎么长得像有痘疤，感觉被家暴。好吧，等一下我还没打开，还有那个川贝枇杷膏在我的喉咙。也是这个螺旋状，对，这几乎它跟我们刚刚吃到那个抹茶玛吉一样，好吃吗？二一，同妹说好吃，哦，嗯，很舒服的味道，我不喜欢，哦，它好像饼干，它中间有一个饼干类似的东西，它整个巧克力是酥的脆的，来，两分，这真的不太 OK。那你要吃什么？奶油面包吗？还是咖喱？先奶油面包吧，咖喱感觉最诡异。我这样子好像沾到呕吐物的感觉。它在外面有一层呢，你看，就是它这个。我真的也诡异的形状。不，它是上面看起来很正常，可是它下面就有一个渐层的效果。来吧，我就回来。嗯，这不一样，这是软的耶。有吗？你是两分，我三分。它比可颂好一点，可是它就是太甜了，不喜欢。对，最诡异的咖喱，咖喱面包。Very rare， 这巧克力咖喱布莱德，它跟刚刚类似哎，只是它是浅外内深。好恶心哦！里面一定就你看它的，你们看它的渐层，它们渐层是有一个三个孔，然后顺便塞孔。而且我那股，这吃起来一定会像好浓厚的咖喱味哦，一定会是吃咖喱块的感觉。Go！ 哦，我的妈！嗯，哎，可是我觉得这比较好吃。好吃。它中间也是有一个饼干类似的东西，可是它虽然是甜甜混合。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好的点是，它的咸大过于甜，对，所以你不会有那个不适感，你知道吗？四分，好好吃，这是这三个里面最好吃的，真的。好啊，那今天的巧克力大厂就差不多到这边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全年去买哦。然后再帮全年业配，这是 Family Mart 全家了。然后去他的频道看我们的糖果大厂，对，嗯。这是一个毁灭食物的大蛇子。我们吃完这些东西，我们就再也不会想要吃巧克力跟软糖了，真的。各位，拜拜。拜拜。